公啊，都是我啦，我要去休业了。这不是大结局看到了呢？不行啦，我都不行啦。我想吃东门路油锅楼下的糯面还有烧烤。电视关了，给恁去啊。呀，是恁在屋的吧？就是这个连续剧，马上大结局，快来看。哎呀，这个连续剧快完了。没得事，我看了预告的，等到11:30了，还有个少林摸金天，太好看。11:30了，太晚了吧？你们不要睡觉吧？要，我们三个拍的帅更天，真是太有精神。哎呀，屋里又没钱回来。哎呀，是的，我忘记了。嗯，去姓油的啦。姓的啦。那个，小龙哥，我们去姓油的，你们呢就先看了。等下我们要是没回来的话呢，你们吃亏啊，给我关下这灯了，关电视，关门了啊。好，你去了，没事。哎呀，行行行。这个薄晴天真看得好。哥，等下还有我们的一家。今天没得了，好时候了，明天再有。哎，好我这好。我先看我，你我不我？你看走都没过。像这么高，我们去宵夜去。你也可以啊。哎，不过。我们等了屋里看电视看的正时候了，不喊我去宵夜，强哥不好意思吧？强林哥啦，我们现在把菜点那个，然后点好之后直接给我们打电话，要么来吃。这可以哈，走走。还点个烧烤去呢？还一起啊？不点了吧？还点卡吧，还点卡。嗯，好。坐。给珊珊打个电话啦，我来点菜。好。喂，珊珊，你的油行了没有？那个，我的油还没有行到，还在那里搞行吗？我们，哪个？你们那个电视看完了吧，吴斌？哎？真巧，你的油呢？油。给他打电话，他没接。醒我了，来吃个宵夜，一起吃了。好，一起吃。服务员，点菜。